他还用心做你的这个，就我们今天的晚饭。啊。那你平时会自己给自己做这样的三明治早餐吗？当然不会。你觉得做三明治的诀窍是什么？就是选两个那个吐司，然后往上放一些东西盖着好了。就之前在中餐厅什么的做菜也做够了。差不多，因为我觉得每次去中餐厅，就会让我的身体有想充分休息的时候。你还放点不饱和的花生米。来，小凯，咱现在指定一位摄像大哥可以尝一口。你做的爱，真的是好。来来来，怎么样？这三明治？来，你也尝一碗来。先放到一会儿，等小凯。